根据土耳其统计局 Turkstat 的数据，截至2021年，一个省的人口数量估计为3139744人。布尔萨省的地区如下：一、布尔萨；二、乍蒙；三、穆斯塔法克马尔帕夏；四、莲花；五、奥哈内利；六、奥斯曼加奇；七、叶尼谢希尔；八、叶尼谢希尔；九、叶尼谢希尔；十、叶尼谢希尔；十一、叶尼谢希尔；十二、叶尼谢希尔；十三、叶尼谢希尔。布尔萨省的交通代码是16。1326年至1365年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是布尔萨。布尔萨是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一个省，位于土耳其马尔马拉地区，西与巴勒克埃希尔接壤，南与库塔西亚接壤，东与比列日克和萨卡里亚接壤，东北与科贾埃利接壤，北与亚洛瓦接壤。是的，奥斯曼人确实征服了埃迪尔内，当时称为阿德里安堡，并在1365年至1453年间成为奥斯曼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。布尔萨市是1326年至1365年间奥斯曼帝国的首都，在1365年至1453年间，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埃迪尔内，当时称为阿德里安堡，并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。